不能让他走。倒了倒了，那你到围墙来呗。倒了，他倒了。他的兄弟呢？不知道。极致的东方干，补了呗，你们能补？保四颗雷。走吧，有空投，快，兄弟们。来吧。这个他们的车，不会在对面挂机了吧？哎。哎，做一个。吉普。我没烟救他，我打药了。他走了，他直接走了吗？我哥们为什么 F 下来之后？我操，人在补。打了，还有一个右边立着不动的，架着的，走，拉得很死，架得很死。对，来吧。牛逼！对面。哇！三级头啊！啥意思啊？在我面前动车啥意思啊？来了，你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我了？喂，好像车库里还有一个，给他封烟了，打了一枪。又打一个，慢点打，拉吧，起车房有一个，有车吗？没车。你要怼一个是吗？得怼。又打一个，打上个，最后一个在车库后面。好了，加速库了，加速库背后，最后一个，加速库背后。再救，架得很死，拉就完了。拉就完了，兄弟。PC 要连出来了一枪。不是白，你别犯病，你再犯病，我直接给你扛出去被捕了，就跟那个女明星。无效伤害，打了他妈人家扶起来。你别管，你就看看准不准，只需要两颗，他就给我跪下，说树哥，树哥别。看到了，后面有一个打头了，连他跑出来捡光头的。Oh no！ 好，药都不打。得把人头先 K 了呀！捡个子弹，我回去捡个子弹。那我去捡。树，打不了。A W， 往左拉。倒了。隔壁那个斜坡还有。你看一下防区叶墨子，其他位置不用你看，架势很死。我补了。防区在跑，防区倒了。哪里有人啊？我拉过去。就斜坡。我看到了。发现都有。哎，我操！可以打不了，能救一下他不？能救，我在树后。先点个烟，这是雷。不用，我树后就能救，我树后直接就。他在瞄左边的人，他在瞄左边的人。左边倒了，左边那个倒了。空头后还在、啊嗯。对，空头还在。空头后一个，然后那个树后一个。加的。空头后有人吗？对，有人。这是什么雷？我想听。这在哪里啊 ？Oh no！ 啊！三个斜坡。哎呀，全在斜坡，就在你脸上这个斜坡下面。怎么都是？